就很热闹嘛，有一些没有，然后那边像会掉价啊什么，其实我就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安全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，那些人是根本跑不出来。对，有啊，昨天有看到啊，我昨天看一些画面，其实那时候我刚好因为没有住附近，然后我也住附近，我看到那新闻有吓到，然后我甚至有看到我的影片是这样，对，就是移动防止下线引人后道，很严重。重点是今天早上他的录音，也微微的坍塌。没有，其实我们也一直很在关注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之前也是家里的曾经当落过主委和委员，我其实蛮重视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我觉得在所有的一些公共安全的问题是非常需要注意的，因为像可能说我们家的那个社区积水，就是可能它有一个异状漏水，其实我觉得它都未来都可能会发出一些状态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也社区的群组就很热闹，就是说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些公共安全，然后我也很希望这些人可以好好的被安置。你家住附近啊？过一个马路，就到那，就是那一区，大学区啊，基本上都是那一区。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在想，那群组就很热闹嘛，有一些没有，然后那边这样会不会掉价啊什么？其实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安全。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，那些人是根本跑不出来的，那有。